哎、欸，还没赢啊，老哥，看分数啊！靠腰，他是他三整啊，老哥，我们没有领先呢、欸。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打成你造起来、弹头好了。药师少女真的不错，剧情很特别，赞的，看一看就屌了。不对劲哦。很不对劲哦。很不对劲哦。啊，我没有拿那颗按键，靠腰啊，太久没按键。没办法触发那很酷的灌篮，这个人又是安贞，踩前段的退下来干嘛？美食家好像要出第二季耶，我看到消息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。靠腰，是你在玩什么小啊？看这个人，工程师在玩什么飞机？那位置乱跑就算了，进攻完全不知道在打啥，超戳的。防守也不太行，好像记了耶，然后不太有用，群魔乱舞局。利益付了30块，赞！想要看阵容开光啊，哪有人配仙道章开他妈红光的？要怎么打？有麦克风的话你就完了，我跟你讲，吃不完兜着走的游戏，最基本题。
つでもブロックできると思ったのかい。玩角色前要做功课耶。干，抢不到板。我的猫应该补一次。有新的哦。哎，天道换极木的话，樱木变红色，变红色配极木能打，但配仙道打不了，因为仙道的传球不能接攻击。不像阿木也是可以的。我觉得有吉藤的话，木神一配樱木可以变红色，但如果是配仙道的话，只有黄色条路可以选。哎、欸，还没赢啊，老哥，看分数啊！靠腰，他三准啊，老哥，我们没有领先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现在人怎么奇怪啊？怎样、啊？他脑子麻了、哦。马德。还好对面不会盖这个。盖又倒了，嘿嘿，看没，王必倒哎、欸，看呀，蛮小啊。他怎么会在拖时间害队友啦？这工程，要再恶心队友几次啊？哎、欸，这急攻好像不配赢哎、欸！我先挖干嘛、欸？他还把时间拉到这个地方来，哎、欸，有点麻，有点麻。这个藤真不会进，要单弄倒掉。这工程不要给我他妈来去控位掉，又完整了呀！这次不帮他盖一了，没人盖一了，怎样？好像没什么救哎、欸，这些人。有点麻欸，这些人操作哦，头有点麻，头有点麻，这人是哪里有障碍啊？什么意思啊？
不是吧不是吧，花之丸第三组 LINE 贴图都已经发售了，你还没购买第一和第二组的贴图吗？如果前两个你不喜欢，那你就别错过这次第三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了哦。想购买或了解的请搜寻 SystemB 或花之丸。